国南方航空787哦。好了，56，直走直走。对，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，其实是可以那个很快就登机的。对，优待优待。啊，这家伙一点也不怕生的。56 A B C 是787梦幻客机，这个空间还是蛮不错的，其实比那个777比。应该是比上海航空的777会大很多，因为上海航空的777呢，你的距离是只有这么一寸的，但是这个空间呢是很大，你看，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架子是不是，然后我记得南方航空呢，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那个这个天花板是非常高的，777是上海航空有一个它的天花板是只有这么矮的，当一起来你会碰头，这就是他们的那个优点。新的飞机就是这样子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哎，OK， 所以说我们今天飞的是武汉，然后呢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叫做什么 CarPlay 是不是？距离是个十百千万13177公里，是不是？还有就是上面有很多娱乐的东西，对，这亮度啊什么之类的，你还可以用，不错吧？最主要是这个东西它不无聊就行了，你看，还不错哦。啊，这个不错，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因为有小孩子，所以说就登机的速度第一名，所以说就是先坐下来了。嗯，这如果你有小孩子啊，对。然后这是剩余时间，一定要飞14个小时吧。如果顺风的话就 OK 了。啊，哦，是反着飞的今天。好，哦，没有，还是要从那个俄罗斯上面飞过去。对，就是那个北冰洋。然后呢，这边是有。这种窗户，哎，其实吧，这个波音坐飞机还是蛮好的，只要他请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员工哈，不坐坏，其实他的坐飞机哈，说实话是蛮不错的，而且也很安全嘛。你看这个抬头啊、天顶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小姐姐，空乘小姐姐也长得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整个旅途呢也是很开心的。看一下这边，蛮不错的，推荐的这个航空公司就是南方航空，很不错的。对，飞机毕竟新嘛。